司，确切的说，它归属于公司。马赛车快为您服务。达尼埃，西塞先生必须在八分钟之内出现在奥林匹克体育场。今晚是一场慈善比赛，我不能迟到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我可以在车上换衣服，这可以省点时间。你试试看。走错了，这是出马赛道，城里堵车，必须绕行。这才是真正的路，真正的速度，甚至听得到发动机的轰鸣。马赛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即将迎来一位伟大的巨星，但是。白色的出租车严重超速，一分钟内到达你车。收到。嗨，小伙子。是，长官。把上面的灵敏度按钮给我调到最大，听明白了吗？遵命，长官。谢谢你，小伙子，很好，最大灵敏度果然奏效。你的出租车太酷了。我的杰作，结合飞机卖零件的时候，我买了些装备了我的车。一分钟之后，不管西塞到不到场，我们都开赛。七分三十二秒，多谢老兄，等待你精彩的表演。在这儿看，比那电视上强。